好的，今天天气有点热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补充水分啦。好，我是今天主持人 NC Battle Zone。那上礼拜呢，已经有两天的预赛呢，决选出我们今天决赛的队伍有排舞组的儿童组、中学生组以及成人组。那我们呢，在傍晚的时候还有 Freestyle 一对一的赛事，以及 B Boy 3-on-3 的赛事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今天赛事非常的精彩，请大家不要离开这个场地。好了，首先感谢主办单位新北市政府。 承办单位是新北市政府文化局，以及执行单位新北市板桥区公所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单位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年的赛事提供相当优渥的奖金给各项赛事的优胜者。排舞赛成人组冠军7万元整含税，亚军。 奖金5万元含税，季军4万元含税。中学生组冠军奖金4万元，亚军奖金3万元，季军奖金2万元。儿童组冠军奖金3万元，亚军2万元，季军最后是1万元。那 Breaking 3对3成人组呢，冠军有3万，中学生组冠军一样也是3万。 Freestyle 冠军1对1，1万元。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赛事 ，Cyber King 冠军是1万元整。好的，在排舞赛开始之前呢，先介绍我们今天的规则。排舞编排有40分，舞蹈技巧25分，整齐度25分，造型创意10分，额外加分5分是结合在地元素，或者是你的排舞当中有很多其他的创意元素或跨界元素。 等等，那等一下会进行是我们儿童组，儿童组结束之后，紧接着进行中学生组，最后是成人组。好，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排舞组赛事决赛所有的评审们。首先第一位来自妈妈咪呀，玛雅老师。All right， 接下来下一位 Street Master 雪球老师。Sorry， 刚刚有点小卷舌，抱歉。 接下来 ，City Point 红龙老师，接下来 HS Hybrid Cool and Subway 刚毅老师，最后是 Move On Dance Fusion Nike 老师。以上是我们今天5位决赛的评审们。好了，首先进行是我们儿童组的赛事，接下来要进入我们儿童组第一组，欢迎。